来这首《寂寞呀我》，掌声欢迎。非常开心呢，我们那个吴主委还有我们所有的主委们都非常的用心准备这个晚会哦，准备不一样的内容给大家看。然后刚刚还有这么令人感动，只有跨年才看得到的等级的这个烟火啊，我真的觉得我们餐厅宫所有的信众还有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幸福。那晶晶呢也很久没有来到我们云林，那非常想念大家，你们有没有想念我？哇，那就要用你们最热情的掌声回馈给我好不好？掌声在哪里啊？哇那今天呢我们主委们准备了这么不一样的节目，这么精彩的节目呢，晶晶也特别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主曲要送给大家。那这个主曲非常的经典，会唱的话跟我一起唱好不好？再来，凤飞飞主曲送给大家。Yeah.
我刚刚讲的是对的，因为他那个斗牛舞就是两个人跳，然后我是穿一件非常辣的红衣。那就是好像有那个肉胎一整个高叉这样子，然后我真的就是演那头牛，然后我的舞蹈老师就是那个斗牛士，斗牛士，对，整个故事是这样子。哦，所以你小说的节目嘛是有钱啊，有，真是这厉害。我讲过女大十八变，真的，以细汉时阵你跑掉了啊，哦，啊，搁吃点鸡啊，刚刚营养不良哦，我吃不惯，你怎能让对后边？谢根玉就是因为我们后台嘛，有当那时候哇，我们去台东啊，什么他们是拢戏院无，到处去跟台，对，啊，我们后台是伊拢是跟着爸爸一起去。就是啊，我从小看到大的。以前就是欧大也没有散啊，欧大肥。是，因为我小时候比较胖，很黑。对，很黑。啊，那个冰冰姐有给我取一个绰号，叫做欧巴油吧。欧巴。因为我的本名叫谢根玉。这样子。不在了，大概咱俩本名叫谢根玉。对，然后爸爸喝的。对啦，对。而且啊，他还有一个哥哥啊，叫谢耕田啊。太好被找。哦，不。哥哥现在在台下。你们小坤的结果是我讲，哇，惊艳！你讲，因为他最难的，他跑去跟舞蹈老师学，还去比赛，有冇？啊，对，就是比之前有比那个武力全开。对呀，我跟他一都春斗的时候，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真的是，我觉得就是从出道到现在啊，不管是所有的前辈们都很照顾我，然后我每次就是表演完就会问意见，嗯，然后就希望说可以有更不一样的，让大家来认识我。你看你蛮出人情的，对，蛮出人情的，以前像有些魄力呐，以前讲话的像你哈，是从小看着他从小长大，对啊，他是小时候看着你到现在都没长大，对不对？多好啊！不用长大，但是神哥都这样子，我看他。维持得很好，维持得很好。宋威，我跟你讲，我不是变老，我是还在长大。OK， 对，我讲你变大人啦，对，变大人。好的，
1861岁，啊，我才66岁，我是小 baby。但是沈哥的这个喉咙都还是很有力。欢龙，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是你只把年纪。我什么都没有，剩下这个喉咙。我是要保护我的喉咙。哇，这个代价，我过得很苦呢。我不抽烟，不喝酒，还没有夜生活。哇，接下来有什么计划要叫大家来？哎，分享。就上一张专辑《斗牛舞》，大家非常喜欢。对对对。然后整张专辑都是走比较舞曲、比较轻快的。是。所以有很多的教舞蹈的老师啊，都拿我的音乐去教学这样子。那所以就觉得说，下一张专辑也希望可以这样子。哇！所以现在在筹备我的最新专辑当中，然后呢，希望大家拭目以待，能够比上张专辑更不一样的谢晶晶带给大家。下次来这边让那个办那个演唱会，把整个舞曲全部都带来这样子。好不好？好好。接下来带什么歌曲？接下来呢，带来呢大家最熟悉我的一首歌曲，那也是我跟爸爸一起拍的一个很感人的 MV。对，我们吴祖伟对这首歌应该也非常的熟悉。吴祖伟，那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对对对，带来这一首《思念烈心》，来，掌声欢迎谢晶晶。共同的一生，大家现在可以把你手机的手电筒打开来，陪我一起唱这首歌曲吗？好的，手哇，我都坏掉了。Thank you.
我整个唱到起鸡皮疙瘩。感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掌声。那非常开心呢，大家能够陪伴我，一直陪伴我唱这一首歌曲，然后你们就是我最大的力量。那今天呢，借着这个舞台，借着这个大家都在唱，晶晶想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吴祖伟，真的很感谢他。我想要邀请我的哥哥，对。其实吴祖伟对于我们的兄妹俩来说意义非常的不一样。那我觉得我们先跟我们的吴祖伟说一声感谢好了。要跪下。应该是不需要。好，首先哦，今天感谢咱吴祖伟了哈。伊是甲我爸拜港尊的，嘛是咱关心在工作哈，而且咧信徒。啊，上主要嘛是甲爸爸拍港岛的啦，吼。是。啊，好。感谢吼，感谢我爸爸吼，这个当天是这样，但是安尼吼，注意安尼吼，这无用吼。对。搞阮斗三工，啊啦。斗三工，咱做者。对啦，因为阮也唔捌办过这款代志啦，唔知影要变哪办，吼，好嘛再注意吼。真正，我感觉做朋友来谈斗三工，吼，叫我多搞爸爸吼，加咧风光啊，上进。是。爸爸当天是咱问啊，伊甲咱讲啊，来了后就讲啊，吼，即阵足闹热啦。哦，迄、那个东车市的市长王玉群啦，吼、哦、啊大官啦，什么上将拢来啦，啊结果吼、哦、办衰了就甲我讲嘛，孙浩啊，我看吼、哦、我若照了可能村里长会来尔。结果吼、哦、好佳哉，哦好佳哉，咱注意吼，啊加上咱有帮助所有好朋友，所有好朋友吼，甲、哦、我爸爸也是办甲遮尔啊，非常闹热，遮闹热吼。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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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注意哦，所以讲注意吼，后摆你若要结第三届的时阵吼，我来给你留念啦哈。开玩笑开玩笑，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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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感谢，真的很感谢吴祖伟，真的是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弟弟妹妹在照顾这样子。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这首歌是也是算是是我第二张专辑的歌。那这首歌在我内心的也有适合，因为我觉得关圣帝君就好像大家的爸爸一样，然后支撑着我们，不管是信念还是所有的力量，都跟爸爸一样支撑着我们。那继续歌，我爱爸爸，三好大家，谢谢。
辛苦。